拜拜。哎，你放学啦？嗯、我等一下要送那个去给梁敏姑啊、嗯。你自己订饭吃了啊。嗯、哎呀，我来找小姨做美甲，又是被迫炒菜的一天。呀，你以为得下楼啊？走到这个电梯这里，你以为得下楼啊？是没？嗯，他们把你放在家里都不下楼是没？下雨啊，不下雨就带你下楼啊，知道没？下雨不能下楼，不下雨我们就下楼玩，好吧？嗯，不下雨我们才下去玩啊。咦，那是什么表情？那电梯在哪里？电梯在这里。你知道这个电梯啊？你以为得下楼玩呢、啊？哈。不得下楼，下雨啊！是，嗯，要一点点，给一点点就得了。嘴巴好可爱。像做鬼脸一样。这是什么表情？嗯，这是什么表情？好可爱！好萌啊！怎么吃？你吃个尽量看，我这样子嚼的。鬼脸呀、啊！你是来搞笑了吗？嗯，不可以。又拿来惹人家哦，就能坏话。哎呀，你对我卖萌啊？你以为卖萌就能吃？哎呦，真的是蒙了一脸的血，给你舔一下。哟，来啦，不可以吃啦。肚子，肚子的，一天天就想吃王的大的东西。怎么回事啊？兴奋的，不能吃啊！你不能吃，不能吃了，就两吃掉。拜拜。那姐，我不送你了吧？嗯，没事。哎，按电梯按二楼，按二楼就是刚才那个地方。啊、那是二楼。对，不要按。亮亮的，啊，手指都好看了。嗯，小姨今天干嘛穿睡衣这么精致，戴个头箍？我来不及换衣服，刚才又有顾客过来做下巴。你看我这张脸有哪里要整呢？唉，刷卡完了以后告诉你哪里整。不得赊账你吗？是不是感觉跟我做朋友很好是吧？是啊。哎呀，跟我做朋友什么变美的项目都有哦。就是要变美变漂亮。哎呀，小姨的杰作，太好看了。嗯，你妹妹，哟、哎，你妈妈好厉害哦，40分钟做好了这个美甲。没修死皮一起哦。嗯，还得修死皮修手了哦。你说我也好厉害哟、哦。嗯，好乖哦。哭得很厉害啊、哦。人家好乖的。下雨天一天不得出门，喊啊啊！在家，你看开门了不？开门了不？差不多，这个也要带着。两个一起。算了，我还是带着这两，带着个垃圾走就算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已经右手边鞋对面。因为我鞋子没换，我穿个拖鞋。啊，拜拜。开门了，开门了。拜拜。不能拜拜，上我哦，他走了，你看。嘿嘿嘿，你以为你得去？
拜拜，我的干女儿，我明天就来了啊！我今晚上有朋友过生日，哎呀，我过完生日赶紧来。拜拜，关门，关门，关门了。今晚打车过来。好的。看一下，刁难了人家三天的蛋糕，干嘛？你每次都遇到这么好看的包？老板好，哪个房间？要不来找你上这家，要找我们上家。十寸的，好看。生日快乐！阿丽，开灯，开灯！要！